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压力大，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是我们俩在这次比赛中的配的第一场球，我觉得上去可能节奏还是有点没有太磨合好，然后我觉得上去会有一些慢，然后所以对手可能打的就比较游刃有余，然后打的一些点都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在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也是借鉴了第一局可能说不足的地方，然后发现了问题，然后及时去改，然后其实第二局到第三局我觉得还是我们会占优势会多一些。嗯，那你在赛前是怎么想的？因为你这3场，前面是3场还是4场，就是带了3场，都是带了不同的这个搭档一起，就今天的这个。哦，对哦。我们就是多变百变，你知道吧，就是让对手猜不到我们今天我会跟谁配。对，因为团体赛嘛，我觉得魅力可能就是在这里，然后反正谁上都有可能，然后跟谁配也都有可能，所以最主要的是能帮团队去拿下这一分就是最主要的。嗯，因为对手之前好像是全国锦标赛的时候你们也打过，你跟群有配合，对，然后其实你们我们就是想碰到他们，就是，对，因为他们的阵容可能因为谭宁基本上会想兼相，所以说其实阵容也比较好去揣测，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就是大胆的先放在一双，然后去抓他们。嗯，其实在保级的时候你跟陈宇飞输过他们，嗯，这次换搭档赛前姚琴姐有怎么给你去布置战术针对他们这些秘密，不能说，我还在想说能不能讲。因为其实战术呢，其实这些其实我觉得针对一些他们，因为上一次打过嘛，然后他其实和陈英也是在1.5队也是队友，所以会比较熟悉。其实我觉得他对我说的会比较多一些，但是我们是秘密，但我们这个秘密。